你是郭先生吗？李兄，哪会知这个电话？我是上岛中央，中央的是我们在这公司的郭先生的妹妹。你跟我哪样熟悉？我哪熟悉？你刚才的当年还在另一个单位上学校，就是你早上就阿兄郭先生。信安医院也不是什么医学中心，是怎么我们要把他买下来？三十年前本来应该是我跟你阿母联姻，我们那为了要抢到这么多的位置搬这出去，后来我现在四天惊恐的总裁都是我。阿兄是来跟谁商量的？阿兄真久没来看你，当年要说全球一张才发生的事情一样，目一年三十年就过去了，若是无你就无今仔日的故事，我永远袂放袂记。希望你在天之灵继续来保庇我，我所来的三十年继续顺风顺水。阿英是对着阿英，你讲讲麦，告诉恁阿爸，甲阿英死无关系，伊心肝的无鬼，哪会都要去甲阿英上香？阿姐，真歹势，互你牵连一摆，阮高家有冤。啊，无即马你无得脱身啦。告诉即马你若公布你的身世，恁阿爸一起对付你。而且你也莫想讲，江小姐对阮高家有冤。你这么一个爸爸了解您阿伯的个性，那时候气到江小姐绝对连治疗机会拢无。所以把您意思是讲，我都爱让阿瑶继续等落去啊。靠我一点仔时间，我要去找信安的院长，叫用上紧的速度，第一时间替江小姐找到心脏。小姐，今麦唔难过。连警方也在调查，可是这一切真的是我们阿兄犯的大罪，他绝对走不去，我来保证。但一切事情结束了，你等政府的身份我一定会给你。啊！拿你阿爷的心脏呢？你敢真正有倒斗相共？我一定尽我全力。爸，多谢你。嘿，这个时阵，哪会搁伫咧厝内，还袂去公司？哎，姐啊，我有一寡代志啊，是要跟你讲啊。最近彭董个甲因某敢好啊？之前你毋是讲小芳害人阿婆冤家？哦，嫂啊，还搁咧生气，出国去行行。是，你奈忽然间关心阿母的代志。啊，对，我只有一件代志啊，因为甲饭堂有关系，有淡薄仔歹处理啊。是毋是饭堂搁惹着啥物麻烦？唉，这饭堂的原本啊，个性冲动，结果我想袂到讲，伊毋然安尼，伊竟然会做出这种下死下情的代志。他竟然利用他自己喝酒醉的时候去欺负百年会馆的头家娘咪啊。这哪有可能？这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，本大爷不可能做这款事情。原本我也感觉说啊，这个本大爷应该是重情重义啊，要不然他也不当面跟我解释说，我应该怎样体贴我的母，
应该是一个爱家庭、爱母子的好查甫人。结果，想不到伊竟然比金石哥还不如。你哪会知影这件代志？那恁咪阿怎讲？咪阿来给我斗，拜托我替伊主持公道。结果我一问落去，这本也无可能啊，家己心虚啊，伊直接来认罪啊。你也是不相信啊？我只要有朋友母，伊过落来甲咪阿回收的影片，你看了就知影。我叫你们了后，这八零会馆的米娅小姐跟我发生关系，这是我的不对，是我的不对，我跟米娅小姐回信的是我的不对。姚母的表情哪会这么痛苦？这根本就是让人强逼这么贵的。看到家己爱的查甫人变作禽兽，我都不相信你会对朋友母留恋。是，你敢真正确定彭大海有对米娅做迄款代志？哎，阿明仔，你平常哪样拜我？敢讲你现在是咧怀疑讲是米娅跳过诱拐彭雅武，跳过被凯先生跳？不是啦，只是我想不到会发生这款代志，只是无法度接受。讲我这彭雅武啊，平常时讲话红线也准拄煞，想不到讲伊的人品这么啊不好，而且这么小弟哥，做爷母实在真可怜，爱面对红线做出这种的见笑态。是讲我在咧想啊。这林素华当初到底是看家伊彭耀武的一点，真正是把酒杯无金哦。我看你以后啊，甲彭家阿妈惊死我啊！我即马愈想哦愈惊呢，原来进前彭耀武对你的关心拢是有企图的。阿姆家仔，这边物仔代志先别空，你嘛总算能看清楚彭耀武的真面目。所以你要注意，唔通我烦恼。我知影，我也要注意。我先回去房间休困。总裁，车已经准备好啊。会使去公司啊？最近啊，无啥平静，有可能会出大代志。所以啊，你着爱甲夫人啊对好条，爱保护伊安全。有啥物状况，随时甲我报。是。咪啊，我今仔日来是要甲代志问清楚。你甲姚母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姚母敢真正有对你做无礼貌的代志，还是恁之间有啥物误会？我叫人这样办伊，恁煞认为是我唔对，是误会，就因为本姚母伊是当处长，就袂做这种太过代，就因为我的职业，你就认为我有罪？我唔是这个意思。安尼，我就直接甲恁讲个清楚，作为大母。恁就是讲恁有偌幸福，家庭偌美满，恁翁婿偌爱家，偌负责，莫戆啊！迄是因为恁根本无看到恁翁婿另外一面，迄一面，查甫人真正的模样，我逐天拢伫看。哦，喂，总裁，有一个人要甲你报告，就是夫人甲周夫人，因来找米娅小姐，啊，不过哪有淡薄起冲突？你为什么要跟阿明打工？我跟彭耀武的代志，
阿敏达是我的某，有一寡代志我甲伊分享，这真正常啊。因为阿奶就太太伊嘛知影，伊为着要替彭耀武的太太出气，来找我理论。因认定讲，一定是我诱拐彭耀武，我就是一个垃圾的查某人。好啦，稍等一下。原本我廖总讲你要紧的是这件代志小老鼠，阿姆哥我即马甲听听，你要紧的是孙的哦。你是怕孙丽红对你有歹印象？对你来讲，敢真正有遮尔重要？我敢若希望这件代志会当赶紧结束。我阁问当也无完无休，我嘛无希望对伊造成搁较大的伤害。总裁，你若是达成目的，请你放伊煞。看来咱物也真正起性地啊！今日直接跟我讲，叫我帮彭亚布说。安尼，你什么时阵要让我安心？你现在是在问我，什么时阵要把当年那个人的那条表啊，行李哦？你有答应我，这是我做的一摆替你做代志。我讲过的话啊，我拢会记的。放心，我袂让你失望的。哇，这拢顶中红过，啊，甲较早吼拢无同款啊。妈，啊，你较早来过家哦？三十几年前哦。我爸伫个家做护士啦，啊，病院的名无变，啊，不过内底哦拢无同啊。你伫家做过护士，我哪无听你讲过？较早哦，啊，都护专毕业了后，啊，就随来遮上班啦。啊，安尼你是安怎唔继续做？做护士真好呢，啊，薪水真稳定，嘛会当帮助人。迄个时阵哦，爱轮班呐，我做没关系啦。好啊，卖个公仔啊。嗯哼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嘿嘿嘿。啊，我是过来哦，是要甲人家斗三工啊。所以四天集团的管理企业啊，我拢爱了解一下。哎对哦，听讲第一间病院你点上久啊？当年的命案，你敢不敢会记得？虽然总裁有交代袂当提起命案的代志，也毋过这個人伊是总裁伊小弟，应该是无要紧吧。而且我若甲伊的关系又较近嘞，无你较退休以后，阁有一个顾问通好做。是啦，迄天我确实是伫病院内底，也毋过代志发生的经过吼，我拢无啥清楚啊。哦，安尼除了你，还阁想伫个？阁一个护士。也毋过，代志发生无偌久，伊就失职了。哦，伫遮尔敏感的时间点死头路，那这个护士绝对有问题。来，我先，咱这边吃。好，来。做不爽快，我看我先回来休困。你跟恁碧玉阿姨讲一下，我明天再来看伊哈。袂个啦，妈，你身体不爽快，哪会当回去？啊，这是病院呢。我带你去挂号检查一下，安尼我看是。迄个人，我敢那捌伫底看过。是的，我有一件代志要确定一下。哦，你进去我的办公室等我，我临时到位。哦，拜谢，高先生。咱大姐，你向人讲讲。你可是我看唔到的，毕竟经过三十年，也不过迄个人真正生得有够神的啊。